赞赞赞了哦！碰到了，太稳了，金玉霞山庄。哦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阿勇是大帅哥。我坐到木。一号二号了，迄石头啊，遐写一号二号了。我俩这是二号公园，我是讲奇怪。好。哎呀，那香囊来啦，起啦，我来，我来。动物园地质哦，登山条这么多，这个要拿起来啊。你都是呀，哎，一锤啊，一锤啊，夹的啦。背包放着哈。阿斌啊，锤啊。这样大概十五米。夹了，夹我一支。然后呢？十五米是到尽头山了。对对。只有安尼一支啦。阿斌，走着，美女在旁边嘛。走啊走啊。美女，你是美女。一二三，好。在这边喽，上来哦。等一下，来这里哪里呀？金头山西北峰。又叫是什么山？祥光寺后山。哦，赞赞赞啊！两位帅哥，看这边。哦，赞赞赞了，赞喽！赞赞赞赞！哦，这个话赞了，让我听先不看人，赞赞赞！哦，赞赞赞赞！哦，有气是不是？哎，有气，有找到，有找到景点吗？哎，有是啊，有。你早点到吗？啊，是真的找到吗？真的啊，是哦，哦，赞赞赞！拜拜。不要聊天了，不要聊天了，我。河山坑山，左上。有啊，有看到啊，来回半天。有录影啊。直走河山坑山，右转星光。我说几点？来，恭喜我。啊，你也白哭了。再见。安江，对来，安江哦，哦，耶，哦，到了，哦，帅哥来了，哦，B路来啊，哦，大帅哥，哦，赞赞赞，哦，睡，哇，一二，哦，这个最漂亮的，哦，赞赞赞。一路来，可以，来，二三，哇，漂亮，成功了，搞断了，好，再一个，三，一二三，耶，呀，你能他暴毙呀，暴毙，哇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，来笑一下，好，哦，加紧点干呢。但是你反过来走的话，回去的交通问题，你到深坑的话车比较多啊，七点几公里那边车子，对啊，对，深坑的车子比较多，我们南干内应该走的比较快，撑住手上。看看，我想要你这里，你坐一个。那不能，那礼拜六你要去健身一下。那这样，那这样我们是该走了。你走南干内就好，南干内。你就那个谁啊？
可以的。海参鲍鱼。有闪光吗？有有。哎，耶！第二光那边。哎，赞！谢谢。嘿。然后长大以后才开始旅行社家伙。没有啊，从小他没有小朋友一起啊，也没有，他就是给客台湾人。真的哈，哎，别卖呢，我客家人。耶！不在你地。哇，这个后面怪客啊！哎，又要继续下午的行程。那就回。嘿，应该是你吧？我。哎呦。OK， 完了。哦。不错。加卫星啊，陆琪啊，谢谢。这边。哎，你把玉林家谷炒错了。往下哎，观音不是巨大路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想看哪里有像山？头壳这粒无？有吗？啊，我都甲讲，我目睭无好呢。我眼睛很好，可是我想象力不好。凭感觉，凭感觉，哎，凭感觉。有像山吗？啊，我大哥话无，你走进去来啦。哦，赞赞赞！哦，水哦水哦，哦哦水哦水哦，哦赞赞赞！哎，这边进去的，哎，你有没有来过？这边还不错啦，还 OK。你叫小龙的啦？对呀，江梅跟你一起。赶快卖拍啊啦！那我赶快了。哇，他是北马的。晋级最佳男主角。男主角。男主角。阿伟。谈不起来就不要谈了。你要打坐是不？阿伟到澳。